呢边就太子角啦，呢度就52年楼，尺价大概14000几，一街之隔。呢边就啱啱入伙冇几耐，全新楼尺价17000几起步。如果你系一个买家，你想买50几年楼啦，定系买个全新楼，可以自己拣。我而家喺太子道西，比较热闹嘅大街嚟嘅，好多车你见到。出出入入，住喺呢边就基本上系冇铁路嘅，又叫冇铁路，你行到去超站都几远嘅，可以行去宋王台站，西池最起码系12到17分钟啦。睇下你住喺街头、街尾、街中啦，出入大部分人都系揸车，有好多楼都系佢楼上就住人，楼下就系啲停车场。啲食嘢买嘢通常都要出翻去市区。即係去翻啟德啊、旺角啊，出翻出邊咯，會喺呢度啊，你會有一個大型嘅商場，界限街就比較出名，因為一街之隔就解開咗兩個後網。呢度就最主要買個後網，因為周遭都係比較多學校。即系由小学到幼稚园都有。我哋今日睇嘅屋苑叫明传单栋式嘅物业，由益兆集团发展，位置喺太子道西266号，总数80户，间隔由2房去到3房图，仲有啲特色单位，车位就唔多，23个，已经系现楼，即买即住即收租啊。两部 lift， 呢间就系 A 单位，821尺，入门就有个玄关位，转过嚟，哇个厅好阔啊！同埋佢有一个窗，你见唔见到啲阳光咁样晒入嚟？同埋个露台都几大，趟门。然后呢边有两条大街啦，略为多车，开窗嘅话会有少少声嘅，但景观就几好嘅。厨房就分两边工作台面啦，家电都名牌家电嚟嘅 ，Mila 嚟嘅。然后仲有工作台面都够多啦，主食。洗切一个窗望出去都 OK 嘅，望到个桥景添。呢个屋苑好多景都系好远咁样望。呢边就工友房，然后有窗。转过去走廊，行入去睡房区。第一个系客厕，有窗嘅睡房，几方正。前面间屋几得意。主人房、厅房同向啦，景观都系一样。有个工作露台呢样嘢减分嘅。佢呢个浴室都系有窗嘅。第三间细房就向翻北，做到南北对流，几好嘅。景观就窄身啲。呢个即就18蚊入场，厕所全部入场，几好嘅。我哋再睇一间819尺，有齐家私嘅3房套。入到嚟有个玄关位啦，咁呢边应该摆鞋柜，佢做咗一个 decoration， 摆咗幅画，有咗一个 long table， 有一个 U 字型嘅 sofa 摆到喎，呢个电视 ，OK 喎，间屋真系特别，一个露台位啦，望出去。景观 OK 阔嘅，我而家位置就喺12楼，其实望出去嘅视野够阔嘅。下面就系车道啦，咁基本上佢隔音都做得几好，同埋个厅真系阔嘅。你见到一个 U 字型嘅 sofa 系摆到，同埋个空间依然好松动，可以走动到。有呢个 long table 啦，咁呢度就系厨房，厨房都系我最中意嘅 U 字型啦。同埋有一扇大窗，靓嘅。呢个厨房系最靓仔，咁多个职之中，因为佢真系好实用。呢度有啲陈架咯，洗衣机。呢边就工人房，偷咗啲墙身做咗啲 decoration 啦，咁就浴室。一个淋浴，然后有窗嘅，都几奇丽。第一间睡房做咗书房啦，咁望住个狮子山做嘢，成个设计都几好嘅，视野都几阔。呢边做咗儿童嘅房，你睇好鬼 cute， 同埋配色几靓，蓝白色相撞。书房然后就衣柜，一张3尺或者3尺半嘅床啦，一扇大窗。主人房，哇，够大，
擺完張四尺床，三邊落到床，跟住做埋個電視櫃，然後好鬆動咁樣行過嚟一個工作露台啦，望出去，景觀唔差。衣櫃唔夠大咯，但可以做大啲嘅。然後就主人浴室，混石面啦，有窗嘅，見到。咁配色真係 good 嘅。